里。也快要换钱开杀了，也是换。他不想给你杀。不要，你不要过来。你只读起来有用。揉一揉就可以吃。毁损国币。你们不要来我这间打了。对啊。他害怕你，他怕你神乎其技。不行，要换间，这间应该不吃一千块。点了。你来讲一下，不能换一千块。也是，现在都不能换一千块。他连500块都不让我换，只有100块。他应该是怕有店家了。他被洗币了。对，那他们店家需要零钱，他就来这里。哇，傻眼。都不能换钱，所以我们只能100块。如果100块结束，就真的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我们也没钱。这次拍片就1000块，夜市系列啊，1000多，夜市系列，那决斗啊，决斗，夜市决斗。3、2、1。哎，不是验包换钱，验包来拼吗？不用。怎么变我在拼？我是用嘴巴出货，马上直接开夹第一盒。好，他拍出很奇怪，等一下。不让我收。怪怪的拍数，有一个人说拍数难不倒他。就是我，就是在下了。太厚了，不小心捏太厚了。第一号楼。就不好了。赵经理，这个叫吸他，吸爆他，吸啊他，不认识他。哇，进了。可以的。加油。撑一下，撑一下，该翻身了吧？撑一下，一下就过去了。撑一下，加油！撑一下，加油！靠！再挑就挑最贵的夹。好厉害！哎，你干嘛？你人家海报都要夹住。海报不要闹！果然夜市台名不虚传。哼，这叫做反弹自食恶果。放抓！太可惜了。我操！我觉得他最后一秒都会觉得抽筋那样。超用力的，最后一秒。我跟你讲，他有一点慢慢在自杀了。因为他是原厂爪，因为他有一点开始热爪的感觉。真的，好像会脱爪。没有，他没有脱爪。大脑多走，等一下，我等他大的时候，决斗的时候等。放开，对，这样一盒就好了，你没有零钱。还有了，再来，因为他现在是热爪，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 good timing。你是没地方换零钱啊？我还有很多，不要担心。我的刚刚那1000块，现在大概还有900块，钱会自己源源不绝的跑出来，无底洞钱包，我都坏掉，坏掉，拉枪队啊！哎，太色了吧！不行啊，我要假标，那我一定。
我一定要这样子啊。有了，看到了没？大家就把它站起来就可以了。等它站起来，它现在又躺着，我拼不了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也把动力了，拍戏。你要拍就自己拍啊。问号。小乔又拍。小乔。哎。还有很久吗？对对对，等一下，谢谢。哦吼！而且现在可以玩。太薄了！我想说，哇，很美的感觉。2.5拍啊，所以我要算准一点，可它不是2拍。哇，差一点点。他意思是到了，缺一个临门一脚，浮起来就有了。啊，真的是有够坏运的。有，这也是机会，有点不够大，这次可能还够。过吧，过吧，过吧！哇，还是拿的，真的非常薄，非常薄。也是他，帅气的脸是不能离开镜头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Go， 还有呢，没有，还没得到，交给我，没关系，我要让他知道，就算在夜市也不是这么好赚的。转一下 ，Did you see that？ 这个你这个高度是不一样的，对，高度不一样。我再算他到底几拍。哇，三拍，一到三拍去了。但是可能不是纯三拍，可能要再少一点，2.9、2.8之类的。不够近了，不行，还不够近。我就是要拉靠近一点的。放吧。哎呦，差一点跳起来，倒过了。然后他还倒下，倒成这样子，超烂的。好，这样的感觉还不错，感觉还不错。接下来呢，把娜美弄下来。好，接下来就看你的功力了。接下来就仔细看好了，稳定性捏薄。好了，一次决胜负，执行手术的时间到了。哎，爪位好烂哦，他爪位是顶抽哎。1200，1400，1500，1200，1200哦，那个夹枪盒，不是说夜市有挑还是可以的，你想中吗？你还要再加一的时候就可以中，没有别的啊，有钱的，好，可以拿走，好，那今天夜市就到这边，可是大部分的夜市都还是被我略过去的，所以你要挑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怎么挑法？有些不能夹的，我之前的诈骗台都讲过。那你们就自己回去复习，我把它放在右上角的这个链接，你们可以自己去看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不要忘记按下订阅键，在上方中，你当新片再进行聊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剩下100块左右吧，去加别的。1300。哎，100块，我有个想法，跟我来。我把耳机夹过去，然后它就出了。啊，有可能。100块解决它。啊，没救了。对，没救。这个嘞，我还有，我剩这些。
不对劲，不对劲。如果涂一盒就抽奖。对，客服也是。可是我剩30块，我没有机会选择了。I have no choice。10块。来了。